享誉国际的台湾师僧道义方丈，为了弘扬地藏王菩萨无怨无悔的慈悲精神，创作出《地藏王菩萨歌剧》。这出佛教经典歌剧演出共分四幕，由现代佛教艺术美学之父道义方丈创作编导，并特别邀请到在舞台剧业界出名的14位演员，以及40多人合唱团组成乐队，并结合艺术多媒体，大荧幕播放光彩绚丽的动画，要带给听众非凡的视听感受。那这个过程上呢，我们的老和尚，也就是我们的开山祖师，他就想建立一座造福观音，但是他希望这一座造福观音是具有艺术现代的作品，所以呢，找到了当代的艺术家杨英峰，然后两个人一起研究，花了大概3-4年的时间来把这造福观音盖起来，啊，可以作为历史的传承。我觉得一句关键的话就是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每一个人都应该关心我们社会里面比较不幸的人，让他们比较能够所谓脱离苦难的境界，每一个人都有力量去做这件事情。这一出戏又有感性又有知性，艺术、宗教还有这些佛教历史都有很大的收获。是的，天地尚有穷尽，地藏菩萨救度天下最苦众生的伟大心愿却是永远无穷无尽。整个演出的过程到第四幕即将结束的时候，那么会有地藏王菩萨的出现，那当他现身的时候会有一首非常优美的笛子叫茉莉花。我们这次准备了将近300份的这个茉莉花串，会来给所有一切参加的信众，所以你会有一个无感的这个体验。我觉得能够应邀来参与这部《地藏菩萨歌剧》的演出呢，我默学感到非常的荣幸。方丈啊，他也很丰富的这个艺文的一个修养啊，而且他也对佛法各方面都很深入，然后用多年来呢一直从事这个多媒体啊，这种透过艺术啊文化的方式来展演，所以我也非常的赞叹。在整个佛教里面，我们走的是一个深度的艺术，所以我们在整个佛教过程，我们要禅、意、思、道4个观念去建立。那佛师的方面，其实我们跟整个禅师、佛师、艺文界，包括国际都做一个很大连结，所以我们才会要成立鹤山21世纪国际论坛。那这个就是整个佛教跟艺术、诗歌的一个国际交流平台。长达近2小时的歌剧演出，在掌声中圆满谢幕。地藏王菩萨的创作，不止再创河南佛教艺术的里程碑，道义方丈更希望能将现今失序的社会，透过凝聚众人的力量，重建当初。为了实现带给众生美好的未来，他将行走台湾，将地藏王菩萨的精神传播出去。那紧接着在11月11号的11点，我们就会有连续3场的活动，也是为了而上。有一部叫《多宝如来和平吉祥塔》，同时揭幕，啊，同时我们为了这个活动，也举办了鹤山21世纪国际论坛之宗教论坛。我们希望能够在现代社会开创这个新的佛教艺术跟禅艺之道。